让选手是好好的努力，好好的加油。对，那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给选手鼓励了。那大家就要继续努力，要赶快就是追上去。好的，那马上就要展开我们第二回合的比赛了，哇，很重要！现在燕是取得了一分的领先，十年要好好的加油了。那马上就要在安提卡船厂这边开战喽，那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苏佩老师准备好了吗？对，我这边已经 OK 了，主要是看选手了。好，我们看到已经进入游戏开战画面了，马上呢就要请老师来报一下点位了。还是一样，燕这边是蓝色，蓝色的虫族，它的地点是在2点钟方向哦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乐胜钢铁的燕，地图是安提卡船厂。对。接下来要看红色的虫族十年，台湾叶问，台湾叶问在哪？十年后是在我们的8点钟方向。是。对，那这边很明显的是，我严重怀疑 OB 暗恋燕。对，他应该是想多看他几眼。那这边的话，十年现在荧幕上看到红色的虫族是橘子熊的十年，十年后。是。啊，这个开局我们看到燕这边补到了。哦，放王虫了，我想说他工兵捕到了十只，难道要来？结果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哎，放王虫，对，还是放下王虫啊？那现在这边就来看一下后续哦，那两边会不会又是持续的一个走向呢？因为现在这边的话，其实燕是可以打得比较奔放一点啦，对，但是还是要留意一下，会不会还是稳扎稳打选择一个慢狗开？我们来看哦，现在已经来到了13，即将就要14了。第14只工虫到底何去何从呢？是继续挖矿还是潜到土里呢？对，现在应该还是我还是不能潜，不过我们可以潜到敌军的阵营里。也对，对，偷偷溜进去看一下。那目前双方补到15只工兵，那有没有人要往外拉？没有。好，都是一样，跟上一局一模一样，两边是慢狗开。对，哇，这两边都是非常稳扎稳打，两边。很好，这是乐见的一个状况。对，那这样的话其实接下来就是跟上一局其实会很相近啊，因为其实选手都会有他自己喜欢的一个开局和喜欢的一个打法。对，那上一场看到了是Slane是选择了一个飞桃，那燕是选择了一个异化虫的一个打法。那这一场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双方接下来的一个抉择哦，应该又是要开二矿。我们看到燕琪刚刚这个转兵是蛮灵活的，本来以为说除了狗又看到了感染虫巢，接下来要看到大牛，但没有，他为了要填补这空窗期马上转双喷部队，对，也蛮不错的。对，其实我在想啊，他那边有成功的打掉对方的三框，当他重新转型成为一个双喷部队的时候，其实那样子的一个部队组成就甚至是反而对他是有利的。 对，其实我觉得这个整体来讲其实打法真的是没有一定，虽然感觉上双生攻防很像是要直接是速攀，就是速攀雷兽，但是结果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选择，或许这样子的一个战术也让就是十连是有点错估情势啊。是，对，不过十连掉三矿也是重点。对，第三矿掉了，然后四矿也有掉，后面。好，这边看到双方都盖了一个瓦斯床，开始辛勤的挖瓦斯了，赶快朝100瓦斯迈进啊。对。那这边为什么十年一直不补一下王虫呢？这边的话，应该是因为开局哦，他选择的是先下后虫工兵哦，这些东西，然后之后才选择就是王虫的时间也是比较晚一点点的。哇，十年这一次距离性其实真是蛮好的，他把这个王虫放在对方三矿的门口，所以如果对方要开三矿的话，立刻就会知道了。对，那这边的话，其实两边的可以看到两边选手的王虫的摆放哦，一边验一个放门口，一个放旁边，准备要做侦查用的。对，那其实两边就是各有不同的选择啊。那燕这边其实第三只王虫也在往前飞，应该是也就是要飞去对方三矿。那这边那燕的两只狗现在是已经溜到十年的家里做个基本的骚扰，顺便看看有没有放什么奇怪的东西。对，不过现在是被追着跑啊，现在是应该是哦，好死掉了。那这边十链放下了毒爆虫巢，哎，两边都放下了毒爆虫巢啊，跟刚刚就一模一样啊。所以。等一下又要毒狗互换了，哎，就要来看一下上一场其实并没有，上一场双方这样子用过之后，双方放了毒爆虫巢之后，其实并没有选择就是做一个进攻，两边都是选择攀科技的一个打法，然后或是开三矿的一个打法。那这一场就看哦，其实燕这边的这一个建筑学摆放，大家也是可以学习一下，他喜欢选择把毒爆虫巢放门口做建筑学的一个搭配。好，这边换十年，有两只狗进来。但这边有两个妈妈，对，两个妈妈。那后虫的部分，燕都会多出一只，下来到了三后虫了。好，我们看到这边毒爆虫巢是已经完成了，
那双方会要来初次的会战吗？现在要来看一下，因为现在这边其实两边都还在补工兵，也是。那有变毒豹的是十年，但是他变毒豹也是为了防守，是变在自己家里面。那这边十年要抢三矿，好，这一场两边的选择应该是不约而同了，感觉两边都是要抢三矿，因为伊恩这边也没有及早的升级自己的二本哦。对，但目前伊恩的钱花的蛮干净的耶。对，但是他因为他也看到对方开三矿了，那这边就看他的选择哦，会不会？你可以选择去把对方的三矿 A 掉，那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自己也开三矿。有，他现在开始续钱了，即将有300块钱了。对，伊恩也是要来了，工兵也是往外冲，那异化虫会给点压力哦。哦，不过这边十年是早就已经准备好了，而且第四等下是可以爬出来。毒爆在这里等着。对，然后有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毒爆虫炸到两只。对，那现在稍微往后拉，这个不要再送掉。那换十链这啊，换燕这边出，来点毒爆来往前冲冲冲。这个其实这数量都不多啦，但是其实就是给对方点压力。这是一个前菜。对，哦哦哦，直接换掉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哎哎哎哎，帮打。对，你拉了一只被追屁股，哇，那个毒爆亏了，就撞到一只异化虫。对，那现在这边的话，双生攻防的是燕这边生的是异化虫的攻防，而石莲那边选择是蟑螂的一攻，所以石莲那边等会一定就是会转出蟑螂哦。有，他的蟑螂繁殖场是已经盖下去了，但是燕这里呢也是放下自己的蟑螂繁殖场。对，也是放了下来哦。那这边就来看，哇，这边两个，哎，这边如果用两个毒爆就换掉那些毒爆，这就是展现自己微超的时刻。对，这个要小心点。好，换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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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心。对 ，ZVZ 这种心脏是比大颗的哦，对。哎，刚刚那边是，哎哎哎，这边应该就会炸掉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我们看到这个一直在利用毒爆就换哦。那下一话筒来了，换到两颗。对，毒爆全部换光了，自己的毒爆换掉，对方的毒爆，这个一话筒直接长驱而入进来，后筒找了一个位置。是第一次要前来帮忙，但扎根还要好几秒的时间。对，这一个后虫卡的位置很棒哦，我觉得这个是，不过还是会死，大限还是到啊，那是难逃一死，命中注定。哎哎，要不要打平？哦，他突然间转身把工兵 A 掉就走了。好，那这一波不知道赚到了多少的工作单位被击杀的只有一个，对，杀掉了一只工兵，那还有一只后虫，是零个，对，还有杀了一只。后虫队其实还不错，而十年这里的工兵是已经领先了六支。好，现在接下来就看，因为现在燕这边突然间，燕这边突然间转了一，就是以牙还牙吗？转身了蟑螂的一攻，所以现在这边燕的话，家里面的防守这一个十连这一个反扑很凶，很凶，有点凶，而且这个蟑螂也跟上了。家里没有毒爆、哦、哇，后续有越来越多是十年的蟑螂赶到燕的家里。对，不过出蟑螂，如果两边都出蟑螂，家里面因为你出蟑螂做防守来得比较快，对，所以正常来讲这个时候果然是还是可以守住的。就像我们看到十年又开始转兵咯，他已经在升级感染虫的初始能量。哎，现在他这边的话，因为蟑螂的起诉是已经完成了哦，是，那现在这边就来看燕那边也即将完成，那接下来其实两边都要赶快补工兵，因为燕这边的工兵数量是很少的，那燕这边直接反推了，哦，这个时机点反推哦，我们看蟑螂的数量是24比7，燕直接压进来，不给活路了，那就要看 Slay 这边能不能赶得及做防守。哇，刚好是一个地差不太到的距离，这一个 timing 点很重要哦，直接进来。哇，你觉得你有优势是不是？你工兵的数量领先20没错，但是这边的蟑螂数量，燕这边是直接开始爆蟑螂。那现在来看一下，现在燕是完全停工兵，不断的爆出更多的蟑螂，现在是淹到了十年的家里。对，现在的话是一攻一防打，一攻零防的蟑螂，而且重点是没蟑螂了。哇，剩下一只，上面有一只。哇，这个感染虫出来，感染虫出来定了一发，这一发很凶，但是它只有一个人，势单力薄。对。哇，现在这边的话，我们看一下主矿也，主矿也在燃烧。哇，燃烧、啊。感觉燕就能把十年给带走了。这边的话。好，不过这边的话，后面补出来应该是可以守住。好，哇，守住了，守住了。工兵有掉哦，不过这边，哎，不过这边前面又在流，还有陆陆续续是淹进了十年的三矿这里。对，那这边的话，蟑螂又在。哦，不过这边其实，如果这边可以把这边的蟑螂都解决掉的话，哦，其实
十年这边的一个反压对燕这边来讲也是会很吃力的哦。对，但是我们可以等一下可以来看一下到底十年损失了多少的工兵哦。他本来这工兵数量是领先的，对，其实损失的不多。那现在的工兵数量，十年是还领先九支哦，但以工兵来讲58比49。哇，这也是跟大师兄一样，补农民补得很勤啊。对，疯狂的补农民。而燕这边的蟑螂数量依然是领先的哦。那主要是燕现在其实真的要想办法补点工兵哦，因为现在这个工兵量现在还是落后14支，而且科技是落后的，因为我们并没有感染虫的这一个科技啊。好。这边的话，打王虫。不知道燕心你在打了什么样的算盘？对，现在在升二攻二防，拥有攻防优势的蟑螂。也是放下了感染虫巢，这放的是稍微晚了一点。嗯、对，整体来说，这个因为刚刚其实工兵的量是落后的，那其实就是瓦斯少挖了啦。对，那我们瓦斯有少挖的情况之下，其实现在的科技攀升绝对是比较晚。主要是其实晚没关系，因为工兵是赶快补出来哦，那我们在防守上可以先把蟑螂散开，把感染虫的一个输出降到最低，还是可以做防守的。我们看到现在双方的人口又持平了，而且配兵组合一模一样。对，配兵组合是一模一样的。那感染虫是十年这边才有感染虫，十年放下了四矿。我们这个很聪明哦，我们选择是稳扎稳打的开矿。那只要矿比你早开，我们就会有优势。看来会暂时有可能一分钟停兵的时期，大家会修身养息一下，拼一下经济一下。对，那现在燕把工兵补上来了，现在是68比68，而十年这边拥有4只的感染虫，那配合的是蟑螂的数量也是十年稍稍领先哦。我们现在看到人口其实是已经反超。我们看到，因为我们现在呢是十年，它的主堡数目是比较多的，所以它补兵速度当然就是比较快，而且在经济还在科技方面都是领先的。对，那这边的话我们看到现在在赶快在刷蟑螂哦，那主要是蟑螂的二攻二防即将完成，拥有攻防优势的蟑螂，那当然一边是拥有感染虫，所以对，其实整体来哦，这边要贴吗？哦，这一个，哦，这一个包夹，好，拥有攻哦，不过这个地漂亮。好，我们的对这个这边的话贴上来，现在是一个好二攻完成，那现在这边的话双方在一个互换。这边换掉了，换掉旁边少量的蟑螂。那现在这边贴，再贴，我再贴。十年决定要撤退。哦、对，十年往后撤，其实不急，因为自己的四矿已经完成。纠结啊！对，这场真的非常纠结。但是现在燕这边拖到了感染虫，它也出来了。感染虫自己的感染虫出来之后，那其实接下来的会战就很难讲了。能量不多。对，感染虫的能量，但是其实刚刚十年才会战完。所以十年的感染虫能量并没有说有三格的能量，对，也并没有说非常非常多。那等会就要来看，因为主要是十年现在拥有经济的一个优势，然后来到四矿打的是三矿。这时候十年转兵了，后面呢是放下刺蛇兽血，搭配着刺蛇在后面的输出哦，会更凶狠一点。对，拥有经济优势的一方哦，那其实真的就是转出刺蛇，在会战上来的比较轻松。那我们家里面在如果怕空窗期，可以下来第四做防守了。那但是这次其实是看个人，因为其实现在人口是满的，也不用太担心。但现在这个当口就是燕，它就只有不断的爆蟑螂吗？还是说它有其他更好的选择？对，它的选择也是刺蛇。这其实这个双方的选择，这个时候就是刺蛇感染啊，就是蟑螂感染感染刺蛇。它这边其实比面就是操作，这边两边的阵型拉扯，二攻二防，其实是我觉得这样子会战下来，我觉得燕这边应该会取得优势，因为二攻二防果然。有优势，现在是来到了燕的这里，但是被一定。对，他这边的话又被定后，其实我觉得十年往后拉，利用一个地形，利用感染虫防守这样一个优势定人，我觉得会来的比较重要。是，我们看到燕这边丢弹哦，丢到这十年的四矿这里，机枪兵不断的屠杀工虫。对，那现在蟑螂拉过来换召唤感染吗？那现在家里面也有在补蟑螂，后面的一个会战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会战非常激烈，全世界都在打。各地都失火、啊、对，这边的话哦，战线拉很长，现在重新回来到了这边。哦，那现在这边的话单以阵型来讲十年稍稍领先，但是燕这边的感染虫来丢弹，来丢弹，来助阵，最后的能量，对，只有三颗，不过没关系。那现在这边的话，哎呦，这边溜了三只蟑螂来点感染虫哦，这一个操作是必要的哦。那主要是这边换完燕这边成功打下来之后，哎，这边我们看到燕自己家里是放下了新的主堡哦，那还是有不断的补充蟑螂，但是因为花了不少的钱盖新主堡，所以现在蟑螂补充的数量是稍微小了一点。往后拉，不过其实后面还有，这后面还有哦，我们后面还有蟑螂。哎，有，对，来了来了，我们哎，这个刚才从表示不要急，哦，被打掉。不过这个被打掉其实还好，因为现在主要是
自己的四矿也重新开出来，而且部队量现在是领先，攻防又是领先的哦，那两边都没有看重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叶的人口是反超了，但是差距是来到30，还没有非常的多。对，这个差距其实你应该是不太敢打。那主要就是来看接下来，来了来了，橄榄虫是不是在这边？橄榄虫是不是有能量呢？哦，能量不太多，会站，有些红血要小心。我要丢出去，好，没有能量，那我们丢蛋来打哦。不过。没有能量就快走吧。不过这边我们还是一个攻防，二攻二防的二攻一防哦。这个其实我们这边看到，当中央人口都来到快满的时候，攻防的优势真的替选手可以扳回一城。对，替优势的一方真的是增加了很多很多的优势啊。那这边的话，四矿打掉优势，重新来到了燕这边，飞地不错，但是再来还要再进哦。现在真的是经济非常的吃紧，实在是没有办法去冲攻防。那现在。哇，越来越后继乏力了哦，慢慢的经济跟不上了。燕这边，哇，我们现在人口已经差距来到了60之多，是直接淹进了10年的三矿了。三矿，好，这一个上三矿就是要命了哦，这里要上三矿就绝对要命了。如果三矿掉的话，应该就很难打。对，如果三矿掉了，应该就比赛应该就差不多要结束。对，因为现在是一个两矿打三矿，对方其实是中间的矿穴开起来，那再被打掉是一矿打三矿的打。那现在，我赶紧又来了，又来了。哎，这个有的可以自己有很好哦，蓄了能量。好，你们可以重新下去了，谢谢。对，我们可以往后休息一下，蟑螂继续往前冲。这边的话，10年砸出了 GG， 燕是以2-0拿下了胜利，所以接下来燕就会对到自己同队的队友，就是阿辉哥哥了。对，没错。那在我们前面可以看到，本来叶呢，他是在科技方面算是一个落后的状态，但是不知不觉的呢，借着这个攻防的优势，然后把优势拉到了自己的这边。那老师，你觉得中间关键点是哪里？对，我觉得真的最大的关键点是攻防。对，那两边呢，其实我觉得两边的阵型操作，刚刚我有稍微提到，如果你要转型一个刺石的话哦，那或许我是觉得可以下点地刺做防守。如果刚刚那边我们利用几根地刺。在那个会战，在自己的四矿处做一个会战的话，当然工兵可能会稍微有点损失，可是如果那样子在防守上，或许是可以稍稍弥补攻防的劣势。对，但其实刚刚在会战前，我们看到工兵双差不多，那人口数量其实是石类那边甚至领先大概十几啦，大概差了7-8只的蟑螂。那还可以利用攻防，就是这样 A 过去哦。其实真的是攻防又是帮了不少的忙。那当然还有操作的一个阵型的一个操作，叶那边也表现得非常非常好。对。好，我真的好想知道大师兄现在正在对10年说什么。刚刚看到他耳提面命，不断的叮咛他。对，到底是什么呢？对啊，到底是讲什么呢？让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我们派苏贝老师前去探听敌情哦。